多謝主席。剛才我是就總目45消防處其中之下的綱領3救護服務是發言。2013-14 年度救護服務的原預算呢是12億8800萬，但實際修訂之後呢個數字呢是增加了 3.8%， 即是話呢是比佢的預算呢更加大。咁在2015年呢是14億3900萬，是呢增加了 7.6%。加幅呢是顯著，但是剛才我講在2014-15 年度特別留意事項裏面呢是並無提出改善救護人員編制的問題，其中關於救護的呢只是包括繼續加強宣傳教育市民適當使用緊急救護服務。我想這個是希望可以減少誤用濫用救護車服務，從而能夠減低救護員的壓力。計劃購置電腦系統，以便向召喚緊急救護服務的人士提供調派後的指引，繼續探討提供緊急服務的長遠安排。咁呢個就廢話嚟嘅，即係永遠你都係要繼續探討緊個長遠安排㗎啦。但係再較早前嘅消防處呢曾經透過一人一信嘅形式呢係向各救護人員係發出名為就香港消防處救護員特別通告作出回應嘅信件嘅。即係成份信件呢喺度，當然我唔會一一讀出。處方表示呢信函旨在讓所有救護人員清晰掌握多項救護員關注的事項的最新進展和部門的跟進工作。就香港消防處救護員對用膳問題的回應，消防處一開始就說，公務員事務局及保安局的一貫立場是由於紀律部隊人員需要輪班工作及各有不同的值班安排，同時需處理緊急突發事故，因此各部隊除了在不同的規定工作時數，亦都需要配合個別服務的運作需要，而有不同的膳食時間安排。即大家都很明白，辛苦搵嚟自在食，你們吃飯時間我響鐘，你們都覺得辛苦啦，是不是一餐飯要分幾次食，大家就感覺得到啲救護人員個食飯安排點解咁重要，我要特別喺呢度呢是拿出來說。基於實際運作的需要，紀律部隊人員可能會在慣常用膳時間之內奉召出勤，即是爬兩口要扔低就要出發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部門管方會視乎情況安排紀律部隊人員在出勤之後用膳的。這個又是一個很官樣的答法。消防處嘗試進一步解釋，這個靈活安排用膳時間是有根據，有事務規例可循。處方表示，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2012年1月16日舉行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回應有關議題的時候申明，由於救護車隊員屬於紀律部隊，適用於公務員事務規例第544條適用於他們，而不是541條。第541條就定明，每周規定總工作時數為44小時的公務員正式用膳時間就1小時，但是第544條就列明各紀律部隊規定的工作時數要視乎行動需要而定，